拐弯枪是世界上先进的警用武器之一，可搭载多种枪支使用，目的是使作战人员能够绕过拐角进行观察和射击。 我第一发弹我打完以后，因为我们的视线孔非常的小，没有观察到它被击中，然后我又补打了一发，然后我发现它被击中。由于作战人员身体的任何部分都无需暴露在外面，从而起到了保护作战人员的作用。到第二个射击的位置是由我们的握子进行射击，我用一发弹就解决了问题。 你看到吗？到第三个射击孔是柜子，离终点很近，所以我很紧张。